嘞。这是师傅切下来的，看看啊。怎么等我啊？哎呦哎呦呦呦！太平那块儿。这两个前蹄，就这两个前蹄。哦，把腿放一下。哎呦，放起来。奇巧百怪。对，奇巧百怪，什么样都有。好，那个。哎呦。别动了，这样师傅绝对套胎，套起来吧，对，套起来。哎，小头都家增面高粱了，你看他这脚丫子他不放了，可这一刀下来喽，差一点。哎，大把劲儿。哎呦，咯吧一声，嘎嘣一声就是啊。稍等，稍等。好，看一下这师傅切下来的驴蹄子啊，里边是实心的，看看蹄子成什么样了。他是不是专门给你对抗的，对着干？师傅拧着耳朵，看这一刀啊！不让你起，掉了，不行，那再来一茬。好嘞，张卜，这是师傅切下来的，看看啊。心里立志不说。哎呀，呵，真的，太难受了啊！这是脚底儿，看到没有，磨得特别亮。驴圈里太湿太滑了啊，我们牵出来，牵出来落地。哟。啊！驴，抱住他！驴，一会儿他没拧着。你救活了，他最好走了。对，就感觉舒服了啊！跟皮条似的。鱼，这有血泡。哎呦！艾丽，拧着它，拧耳朵。拧一圈。对。呵。哎呦！哎呀，我天嘞！血泡是吧？一二三四五，六个血泡。好了，修好了，看看这头小毛驴啊。嗯